面参的可是犯官，谢从军。真是下官。你可知罪？下官奉旨行安江乱，实是遵照圣意，不曾有违，实不知罪吗？哪条？你藏着副公子，擅占财少兵，隐隐一阵，万实无罪吗？傅红与蔡少平二人贪狼阴谋，欲说百姓，将乱民怨沸腾。下官安理严惩，也是他二人才有名的，真算是隐隐一臣。你可知傅红蔡少平二人乃是朝中大臣之臣？下官岂能不知？那吴红是吴王爷的公子，蔡少平就是你雷俊臣，雷大人的与吴东母兄弟。好，可你来生一番，算我兄弟，万不从身早来。谢从军，你好大的胆！吴二王乃当今圣上的血汗衣，也是你当得的吗？皇子万发与使命同策，下官奉圣上馈谕，凡以将村民的欲作百姓者，虽好门规起义，也不宽待。难道吴王爷也不知吗？好一张逆贼，谢从军不枉他的，你与太傅非水归结。三军七将，万贯将平，宿醉百姓，被澳门掌柜亲自点的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都到望太傅。下官派人到太傅劝说百姓回乡耕种，真算是给这太傅费口没法。你派元英姐到太傅。与非受礼的这个局不是违反有是什么讲？请问吴王爷，苏翠太岁吴正儿可是临城？真是本王临城。他人苏翠太岁可是王爷监居？真是本王监居怎样？吃饭。元英剑去往太武，那是吴王爷领着引领前去，难道吴太岁他也跟着避开没翻不成吗？二姑，谢从军，你通匪没翻，万贯定朝王爷，不用他应了你不早来呀，有将谢臣谢故愿女登天，愿去但怪父王在此，这些一举都将我不爱上来。且慢，只怕你这些苦言将我不得，唯有假你不得。雷大人难道忘了，本愿乃是圣上钦点的。江暖心安，清查大臣。父王爷此次亲临江暖，却未收缴你的尚方宝剑，赐得你的心安于此，怎知？真不见身上旨意。哼，王爷奉与身上名誉，哪里用你分辨？来呀，有。将他带下去用刑。
谢宗举昏过去了，将他冷水泼醒，押了上来。是。谢从居，我劝你速速早成，免得皮肉受苦。来君臣呐、臣子，要我谢从居遭人谋反，这必是乾坤倒转，色彩西沙。本师是奉命李应以来，多少真正铁汉也难道成我的手掌，何况是你？呸！同飞美犯的，正是你们这些后国殃民的奸臣。你们且居高位，多揽大权，欺上瞒下，狼狈为奸。你们勾结匪徒，污言亮说，高升家臣，八升亲戚，破人家园，免成九族。怎能得大荡江山，天怒甚冤，金虚江乱，冤鬼。安庆，我谢从居为太后陛下大唐臣民，自建宁参政人清君侧兵民愤，赴汤蹈火，随时赴恨将谢宗举压下去，这四师爷的心灵愿为代过。是曾经不怕留恋吗？
管他什么女的马面，叶从军，你小小年纪何必如此自由？你是造成通匪谋反，我还可以免你一死。呸！我错配离家。
正相中藏于不报，岂知难解？孤魂历尽三年，三世才归。
灵啊路，我随你
我心老静，这观点乃是成家物，我宁可我死自保。那是一包关点心，难道还要我亲自同谁不成？娘，我今天打开看看，就是了。快打开！我们在带上我们
的儿子姚静离开这磨坊，离开这心酸这体。三娘，吕老，你好像与我有色。实不相瞒，13年前我已亡子成了。十千挑金千担，
路三娘，三娘，三娘，请元帅为父，三娘，请元帅。问苍天，你何作此功？娘。
妻去京都，随自你心
同夜幕母亲葬冤魂。你望儿子来门忙的我就心不离本娘牛脸接受金叉子啊什么不给谁安心什么有灵隐隐故我凄凉上用用头生